有点楼底的味道，那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无论真假，我是信了，你们呢？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，我就收下。多来点手下是个好主意。该是不是该快乐了吧？卡德加也来了，我就问你们，值不值得？这是一个强烈的暗示啊！一起飞，这是我最想要见到的画面呢、欸，就是奥拉基配合卡德加，然后配合罗迪，这是一个完美、欸。会不会太早拿哦？就是超前部署啊！不早点拿卡德加，到时候双卡一起来，是不是就没机会了？打得很辛苦吗？哎呦，提起精神，这个还是要拿吧，因为说不定我白胡子可以叠的大大大。自己呢，好像快顶不住了，我是不是直接升级吧？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，那个我就收下。要来比一场吗？这回合他的强度没有升级，没有那么低，因为这个是十费，十费我升五星，然后扣一张牌，他们强度没那么低。他是他可以把我打死，他打我蛮痛的啦，就是我们只要把后排都打掉就没事了。就是你要以回合数来判断你对手的强弱，而不是以你长得怎么样。如果我是七费长这样子我超强，可是这个已经十几费了，已经是十费了嘛，十费长这样一点都不厉害。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哎，好像不太对啊，怎么是这个？怎么是你？变成要洗钱了，对不起来了。最好是不用一个手下。昨天是对不起来了，先洗一波。打靶喽！把你冲洗掉！把你冲洗掉！让我战斗！先来洗香香啊，洗香香。哎，不打这个是怎样？哎，干什么东西？十八是在搞，哎，十八是在搞，十八是在搞。你回来了，哎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我可能买下去就破产了，也不敢拿，因为假设断海刀，你就会财富不自由。现在急缺一个三合一，急缺一个三合一，上将来了。哎呦，船来了，上船了。啊哟，黄旭也在，最后可以买一只。哟，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兵器？有平均给吗？给获得加一次。要来比一场吗？雇佣那个手下，能让你凑成三个。趁胜追击呀、啊，朋友。哇塞，毒包太狠了，你能不能先动？碎啦！我就想问你能不能先动。你先动，那、我就放心了啊！你们打后面两只一下。
我现在是四霍格，是不是？然后不呼吸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都不呼吸，负重训练，各位。继续保持下去。这是鱼，为比赛做准备，是不是？现在开始我们负重训练。刚刚有一个那个，其实我有看到有一个楼底，可是我的组合好像是洗钱的那一种，不是楼底的那一种。也没洗了几毛钱呢、啊，好穷哦。四三要拿。前面化石积月。这个很难救哎、欸，这个只要一边一边一个没拿捏好，就出事了、欸。不用升级啊，有十个宝石。看来你可以抽到三个哦。魔王召回的宝物，教育厉害丢，教育厉害丢。抽到三个，这是你的奖励。把你冲洗掉，把你冲洗掉。这是零元升，零元我就会升了，要钱就不升。那家伙有可观的攻击力，要来比一场吗？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。哇，少摆一只，我多摆一只反而亏嘞，因为多摆一只，他这个墙壁就爆了。打起来很像是开着图的一样哎。用钱的，用钱花不完的。现在越打越多了，食尸鬼买了一张吧，我们没办法。哎，房子掉十几块，小凤感觉会赚财富哎、欸，真的。真的赚财富就不好了。好了，赚钱了，有钱了，有钱了。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。那拿一个小黄好了，死鬼也算了。那小黄拿两个。我乜都唔认，除咗老鼠。有毒啊，各位！幸好没服毒啊，但是这个会服毒。哎呦，没服毒，你不错，你还是该服的，还是要服啊。哇，水瓶手，我的天！财富已经超自由了，财富是极自由的那种。最后可以卖一个霍格，最后一个可以卖一个霍格，就是简单卖一个霍格。怎么打呢？不同区，加一次再买东西。大家还是再买一次，再往后刷。由于时间有限，所以我们就
尽量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。八七刚才视窗卡了一下，刚刚我点到那个，我是用视窗画点到外面去，害我停住了、啊，害我直接停住了。幸好我还有来得及出一只哎，不然直接爆了。因为我点到视窗外面去了，点到视窗外面去了，所以我刚才在切视窗，好险没事啊，各位，差点点出事了啊！表现不错啊，继续保持下去。钱花不完了，你就不用付多钱了，钱就可能花完了。现在就只会越买越多，不会越买越少。能雇佣一名手下吧。现在钱就是越买越多，最后再雇个男爵。我好兴奋啊！站位的话，我稍微站一下吧。然后男爵要出。男爵记得出一下就好了。你招募的部队看起来很厉害，所有人都盯上你了，小心一点。对，有一个手下了。玩得不错，大大大，这又是一个不呼吸海盗，眼有点瞎啦，有眼点，我觉得我眼睛有点瞎。哇，打第一名飞刀手，要是找个什么东东搞一下。然后打他有一个重点，你一定要把血扫的放前面，然后霸气开射，谁飞刀先被射死谁就输。各位，这个大爆射到底谁能胜出？下好离手，他应该是金飞刀，就是一个恶魔射两下啦。我是四飞刀，所以我飞刀手在数量上是领先于他，我没有输的可能性。趁胜追击呀、啊，不要。啊，我没有输的可能性。金飞刀，你没了。开射，两下。哎，不要啊，不行啊啊！还没射到他半下，赢到，射到一下了。来射，哎，为什么我飞刀比他多？但是我飞刀却比他先死，我不懂啊！啊！我不就是恶魔吗？怎么会这样？